能给我照一张吗？照一个那个车的那个，我留个纪念。您是去拉萨做什么？我去拉萨，因为我76年从北京到西藏纳区工作。哦，我这是第二次了。哦，第一次是2013年回去过一次。哦，那您这是老西藏了？哎，谈不上老西藏。啊，到时候咱们再上车可以再好好聊一聊。好好好，来来，哎，我就在这车厢。好的。70年代末期，内地发展也是蓬勃向上的，工作机会各方面也很多。你怎么选择当时去西藏啊？就因为我父亲呢，以前1956年他在西藏工作了20多年，所以这么多年呢，我父亲对我也有影响。家风里面就有这个援藏的这个。我75年底，我们清华就是毕业分配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表示服从国家的需要。因为这个就把我分配到西藏工作了。那您刚开始到那区以后主要是做哪些工作？我到那区以后，因为那区本身呢76年的时候比较落后，没有什么工业，只有一个那区地区农机厂，就是修修汽车，修修拖拉机。再一个，我们那生活感觉到就是冬天特别冷，有-20多度啊，甚至有30多度的时候。但是我们住的房子都是铁皮房，房子里头取暖冬天就比较有问题了。那时候是也是烧牛粪取暖吗？就是烧牛粪，就是烧一会儿牛粪就灭了。所以我在西藏睡觉我都盖2床8斤的被子。哦，所以早上起来我们那个房间里那个水桶里那个水啊都已经结成冰了，都结成冰。再一个，我们在那个厂里头也没有自来水，我们每天要到井里去挑水，在厂里头没有觉得什么苦不苦啊，不合适啊，没有这个想法，就是既然国家需要我们就去，慢慢就习惯了。李老师，那我们先过去吃饭。好的。现在基本上从吃啊住啊这方面问题不大，高原反应的问题可能解决不了。好，来，您坐这里。好的，坐这，来来，吃。好的。这样的菜当时，这样的菜肯定是没有，这馒头可能有，鸡蛋也没有，哎，就是缺菜，肉也基本没有这样的。包括我父亲他们那代人，从西藏休假回来以后返回西藏时候，他们都带那种香肠，它的道理就是说，它易于保存，带着不坏嘛。然后一带个5斤10斤，只要飞机上不限量，他们就带点。您那个5年的时间给当地的工业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呢？藏族同胞喜欢吃那个酥油。估计他们酥油怎么分离啊，要不用那木桶或者拿羊皮肚子那么揉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开发了一种手摇的一种奶油分离机。就是手摇的，用起来还比较方便。但是当时您看到您父亲因为长期在西藏工作，自己身体可能负担也比较重，没有想到过说，哎，我去到那里身体能不能适应？那个倒没有想，因为我父亲还是比较支持我，因为他对西藏情况很了解。但我母亲呢，比较担忧，总觉得那儿比较艰苦，说你父亲在那儿干了一辈子，那为什么你还要去那儿干一辈子？我觉得，任何时候吧，总是有人要到艰苦的地方去，觉得为国家做点，牺牲点什么。有点艰苦也不算什么，当时确实这么想的。和我父辈来比，我们去的条件比他好得多了。他们当年能够一纸调令无条件的服从，那我们也应该能做到。就我们去虽然做的工作应该说微不足道，但是客观上就我帮助那个企业，他也是前进了一步。我们那个年代支援西藏建设还是很有必要的，也是有意义的。刚才我们碰到的那个李叶壮老师啊，就是我就一直在想，在2018年的时候啊，这个发表过一个文章，古凡森同志，
写的是他的一个先进的一个事迹。从1979年他那一次来到西藏，条件我估计跟刚才李彦壮老师他的那个时候差不多。他那援助了很多的孩子，而且整理他的这个遗物的时候，他身上只有8.6块钱，而且他在去世的前4天的时候还在写关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。那么咱共产党认了，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。今生今世，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。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，有很多珍贵的精神财富，特别能吃苦，特别能战斗，特别能忍耐，特别能团结，特别能奉献，从哪来的？从西藏。所以后代人讲，哎，你觉得苦不苦？何苦之有？他这乐在其中。这个殷法堂先生的夫人李国柱，李国柱呢，他也是这样。他50年代到了西藏以后，迅速的先把语言学会了，是，然后跟当地的这个同志就可以我用藏语来交流，然后同时呢，他自己在工作当中啊，基本上就是把青春，把自己的这个全部的这种精力献给了这种西藏。1950年进藏了，进藏的时候我18岁，我们待的地方少啊，我就在这样子待。我们在去农村老百姓家的时候，路过的那个农村，在地上拔野菜，我们拿来回来以后，埋上点盐，把它和一和，再买点奶渣，一和就是个菜，再吃这个。我后来去，现在群众生活改善了以后，过去的老东西他们都没有了，能走到的家就都去看看，都这个人拽过去，那个拽过去，他们苹果长得很好，他们青稞长得好，桌上青稞酒，拿上他们走的苹果，让我带回拉萨。我说拉萨有，不要带了，不要带，不行，我们的心意。现在又有微信，又有电视，我跟他们西藏的同志联系，光写贺电卡就堆了6箱子，到现在还保存着，贺卡传友谊。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呢，他又编写了大量关于这个西藏的女兵啊，这个当初进藏的历史、建藏的历史，老的这些战友之间啊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种互动，就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这种感情。那就是老西藏精神的传承者，在不同的时代给他赋予了新的内涵，增加了让他不仅传承而且光大，这恐怕是一代一代人来传承，而且包括民族团结的精神，建设边疆、守卫边疆这种大卫的精神，老西藏精神传承就是长期建藏，边疆为家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，特别能吃苦，特别能战斗，特别能这个忍耐，特别能团结，特别能奉献。王医生您好，您是这个2020年的时候啊，8月份来我们西藏自治区这个人民医院进行这个援藏啊，有没有哪些让您特别有感触的事情？整形这个专业呢，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西藏。一般唇腭裂的畸形呢，在内地来讲都是在儿童时期就矫正完了。在这个西藏呢，还能遇到30-40岁，啊50-60岁的人，还有唇裂的啊，57岁的唇裂，我在内地绝对是看不着。那您当时就是做完了这个，就是这个手术以后，患者有什么反应吗？这老太太对我特别感激，因为我从阿里临走的时候，这个老太太一直把我的手，放在她头顶上。他们说在西藏来讲，一般摸头的话，他就尊你为菩萨，或者尊你为比较高尚的人吧。他在他们看来就是可能是佛才能给他们摸头摸顶，虽然在阿里海拔这么高，然后又缺氧又难受，然后还能得到这样的一种肯定啊，病人对你的这种认可，我会觉得特别开心吧。现在我觉得可能是生活条件好了，但是并不代表说他们的吃苦精神就没有，不管是身处什么样的一个年代，都是把我们建设祖国的边疆，建设好我们这样一片家园作为我们的职责。